本节目由皇家品质、皇家范儿的皇家美素佳儿独家冠名播出。不来了。过来过来，来，你怎么又想妈妈了？我要找妈妈。妈妈可能午睡呢吧？没有。你这样，问妈妈，你知道妈妈电话号码吗？现在给妈妈发个短信，看妈妈回给你了。阿宝，你去给妹妹拿一个纸好吗？擦鼻涕的，在餐桌上，在我们吃饭的餐桌上，把那个纸那一包拿过来。对呀，谢谢 Apple。Apple 真乖啊，自己擦鼻涕来。你好，跟妈妈是妈妈吗？妈妈。妈妈很乖的呢，我要妈妈是我什么时候不哭，你什么时候就来接我？不是的，你不哭了得和哥哥姐姐高高兴兴的玩几天我才接你。拜拜。妈妈我爱你。妈妈我爱你。妈妈我爱你。好吧，跟妈妈再见吧。妈妈再见。知道了。知道了。你把小包包放下来吧，哥哥给你拿着。那你背得很累的。不累。包里有什么呀？妈妈给你带什么了呀？不告诉你。为什么呢？告诉你怕你馋。怕我馋想吃啊？妈给你带吃的。给哥哥吃点呗。为什么呀？哥对你那么好。但是这是我嫌那些菜不好吃吃的。你妈怕你瘦了是吧？